国言睡案这窝芋头是越挖越大。松山兄，你我开诚布公地谈谈如何？事已至此，你心中比我更明白，忠诚报国撇开不说，家中妻儿老小总该顾及吧。我还记得当年你我出仕为官，伯父说过一句，常在河边走，焉能不湿鞋，只要留住半点良心，便可不做误国误民之事，上对得起祖宗，下对得起妻儿。为官可以不做忠臣，却万不能做逆子恶父啊。松山，既然你投靠我名下，我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。勾氏现在有个空缺，你马上就可以当官，虽说是个穷活，只要你好好做，没准过几年我会给你个金官做也说不定呢。在下定当好好办差，以不负大人之恩典。大人，那边怎么样了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我看这要慢慢来。松山哪，松山哪，快出来呀！松山哪，你快出来呀！我的松山哪，叔，起开！松山，叔，松山，叔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松山哪，国家的天都要塌了！松山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早上好好的，你说眨眼的功夫就没了。谁呀？你爹呀，你爹他死了。松山，大人，松山，大人，松山，松山哪，松山。松山，我能为老人家做些什么？我想为我老爹他送上一程。大孝方为大忠，走吧。我可是嫌犯之人。嫌犯之人也是人，也有父母，倘若怪罪，由我一面承担。走吧，我已备好了马车。爹，松山哪，你可回来了。爹，松山哪，你爹咽不了气，就等你回来呀。他死的时候都睁着眼呢，松山。爹，松山回来了。儿子不孝，儿子不孝，我回来晚了。
也就是这样，我一步一步地上了田岭子的贼船。他以筹办军饷为由，让我在国盐税之上再加税银，以侵吞巨款。大人，何事情况？真是太过分，太过分了！你尚且如此，那周知府铁令子岂不是金山银山？巍巍大唐就这样被蛀空了，真是触目惊心，触目惊心呐！人不如玉，算了，去把事情了结了吧。还有那个洛阳知府周大山，留下都是祸害。遵命，大人。宋山，你所贪赃款数额巨大，不得不将你收入大牢。如今这外面鱼龙混杂，反不如这里清静。知错情节，我会上报朝廷。宋山，你就先在这里待些日子，但有消息，我会立刻告知。
郭大人，最近辛苦你了，这是田大人的意思。什么意思？田大人让我来送您最后一程。他要杀我？我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了，我就知道该轮到我了。郭大人，您放心吧，你的家人田大人会替你照顾好的。替我转告田大人，承蒙大人恩典。慢。我走了好啊，这样天下就太平了。田大人就是想让世人都知道，是厉中汉杀了你。厉中汉，他是刘允章的人，而刘允章呢，和田大人又是死对头。至于厉中汉，他和你分赃不均，所以他杀你也在情理之中啊。卑鄙！郭大人，你就安心上路吧。你们为什么要陷害厉中汉？卑鄙！卑鄙！周大山暴死而亡。大人，我刚从洛阳回来，就匆匆赶回了沟市。你能从洛阳赶回沟市，那刺客定会抢在天明之前也来沟市。快去打牢，郭松山危在旦夕。大人，大人，不好了，大人，郭松山死了。大人，大人，你说什么？郭松山死了？嗯，松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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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爹呢？爹！